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嚟睇超嬲 Gamer， 又系刘猪继续玩呢个快云。咁想讲另一只 game 嘅名字，快云啊，继续玩啦，我哋继续碌垃圾。睇下先，我哋使唔使睇呢个回忆的速度？我都不知道要做哪个先好，定是要做只狗仔？看看个竹刀先，看看玩什么。回忆的竹刀就是玩国王的过去嘛，看看念书是不是挑战关卡呢？其实会难玩一点呢，是时候读书了，先打扫一下房间，快啲收拾收拾，好好读书，成为勤奋的大王吧。好严格啊，佢阿大王个阿爸。所以我估佢咪啲关卡会系难玩啲咯，因为佢挑战关卡。房间嘅污垢就系心灵嘅污垢，呢个我又认同喎，呢样真系。房间嘅散乱就系心灵嘅散乱，用最快速度收拾整齐。然后埋手念书，一分钟之内要13cm， 不容易啊！我想不容易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喂，都黐唔到啲嘢咁大嚿嘅。系咯，真系挑战关卡嚟，难啲我觉得，好难解释你知难嘅喺边，但我觉得系难啲咯。快啲啊！难系难在佢啲嘢黐唔到咯，得咗14，啱啱好，勉强合格，都真系勉强合格。接下来先至要开始啊！仲有依件事哦，咩都记唔起嚟啦。大王从来都唔回首过去，等大王边一日兴致起咗啦，就嚟讲下当年英勇嘅故事啦。就系咁，呢个回忆就系咁样，曾经有过咁样嘅回忆。今日到此为止，你嘅学习还远远不够，将呢个带上继续努力啦。带上啲咩？我将呢个带上。咁啊，暂时未有另一个回忆，翻嚟先。系啦，咁我哋去，仲有只狗仔啊，呢个狗仔系新任务嚟，可能去睇下只狗仔。呢度，我系只狗，最中意快运。我每日都喺狗屋里面玩快运，仲会同其他狗对战。汪！我突然有个想法，难道不能卷起太阳吗？应该可以吧？你办得到吧？咁黐线！快云好犀利啊，王子你觉得呢？粉丝里竟然有狗啊，小狗都玩快云，实在太厉害啦！咩话？狗？佢讲咗啲咩？佢话点解唔卷太阳？真的嘛？大王想同佢讲下嘢。汪汪太阳汪，好似听到咯。大王好似听到佢讲太阳。总之大王超级感动，竟然有狗 fans。试下可唔可以卷太阳啦？咁啊好大我哋个波一开始卷太阳咁 hardcore。哇！我哋好得意，戴咗个咁样嘅头盔。
终于来到了，是宇宙、啊、宇宙、啊、来吧王子，一起去看看太阳、啊、试着滚动地球将太阳卷进来，如果是王子一定做得到，那就拜托了。滚动地球唔得啦，但系嘛，其实应该系要后期咯。我哋而家因为冇嗱，如果我冇估错啦，佢呢度应该会摆一啲我哋任务里面做过嘅星体，因为我哋每完成一关，佢都会将我哋整嘅嘢变成星球啊嘛。我哋要边一日滚到个太阳咧，应该就系我哋有一日。整到勁多星體啦，依度咁應該機會會大啲。因為佢唔俾我直接跳過，一定要咁樣兜。依個係咪都捲得？係喎，先後座。呢个系大王做嘅，但系冇咯。佢应该系叫我哋整多啲嘢，直到有一日可以卷到太阳。但系个太阳，我可以点先卷？要几大呢？而家我得14火星，我冇几多星。卷向太阳，哇！冲啊！应该就唔得咯，比较唔大啊，我哋。哦，哎呀，好可惜，太遗憾啦！都怪快球太细啦，快球咁细，代表宇宙嘅行星仲唔够，唔够，完全唔够。咁即系我哋做唔到啦，呢个。系啦，我哋要卷到呢、這个，我哋真系要做晒，基本上做晒所有任务先得。唔紧要啦，我哋睇下点讲。呢、這个阿伯咧，你好嘛？你就系大王嘛？下巴同胡子真系有威严。话说回来，我家嘅孙子实在太烦啦，一直吵着想玩快运，家里就快俾佢翻过来。虽然好想满足可爱孙子嘅要求，但系玩电视游戏唔系对身体唔好咩？所以我想先自己玩看。我是这样打算，你觉得呢？啱啊，我觉得啱，你要自己试咗先，唔试唔好否定人。王子好细啊，你同以前一样都系咁细。有运动吗？有在打拳击吗？哦，大王，以前打过拳击，刚才突然间谂翻起，大王打赢咗兔仔。嗯，咩话？孙子要做咩啊？唔好打断我，偶尔俾大王沉浸喺回忆里面。不过系大王我太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孙子很可爱，冇错冇错，孙子非常重要。咁为咗孙子，稍微滚一下快球啦。哇，系做乜无啦啦背我派出嚟？今次嘅场地又系地球人嘅房子，差不多该换个起点了吧？大王想在新鲜空气中滚快球，想感受外面的风边滚快球。10分钟3cm。我哋而家约几多 cm？ 感觉好像不难喎。我3m， 黐线三米，10分钟10米啊，咁啊难喎。突然间觉得好难喎。点算啊？好难啊！哟，佢啲歌好似同舊版同以前一樣，其實佢係咪仲係嗰個版本嚟嘅？
好烦啊，记者。十五啦，要尽快去到二十，因为二十先出到去出面。好，二十点呢？终于说话啦，大王不擅长独取啊！对了，大王以前有打拳击，除了拳击、芭蕾、空手道、摔跤，世界上所有格斗技，大王都学过，真系好辛苦。嗰段时间每日都在喊，哎呀，太令人怀念了。好似可以喺度碌出去啦，就能够前进了。练拳击第一件事就系慢跑，出去咯。佢其实系佢自己都有讲嘅，佢话其实呢个时间俾佢 loading， 佢又好坦白呢样嘢。我哋唔好停留喺呢度啦。诶，上面有个人咯、哦，碌到系嘛？好救咗啦！阿亲戚强心啊！阿达啦，你喺佢咁样讲嘢。但我哋依度冇乜嘢录，系冇啦，一定要出去啦。哇，好多鱿鱼，呢啲机械咩？点解咁多海胆咧？50cm 佢仲有个围栏俾我哋出啊，所以50cm 系下一个里程碑。咁多相你哋啊 ？What？ 哎呀！呢、這个叫唔到，啲苹果都仲未得啊！死阿二！嗰啲咩嚟噶？黑色。喂，睇唔到路。嗰几条蛇定系土龙嚟？我想卷咗。又要读取啦，其实佢依个时间系 loading 紧，佢自己都讲，终于能说话了。大王好唔擅长读取，然后大王某日报名比赛，比赛项目当然系拳击。准决赛嘅时候，大王对手系只兔仔，好唔容易先至用红萝卜打赢佢，然后进入咗决赛。决赛对手系那家伙，佢太强啦，大王打唔赢佢。啊，好似只要喺依度滚过去就能够前进啦。大家一起玩蘇級孫子漢，好，我想要呢個機械人，呢個上面有啦，好，喺呢度滾出去，有獎杯添喎，獎杯未得，因为我成日都做唔到冲刺，有鸡唔知咯。呀、yeah. ！
呢啲呢啲南瓜全部都得。雀仔系比较难攞到，因为你需要冲刺撞埋去，但我唔知点解成日都冲唔到。哦，点解地下咁多鱼？哇！呢个人踩单车踩到咁样，我都几享受可以碌到咁大，几好玩。我中意咁大。我喂 ，what？ 做咩啊？我系俾架火车撞我，有啲咁嘅嘢嘅咩？但我冇得有，我不过未掌握到冲刺个控制方法。佢有个轻轻声咧，我就要离开嗰度，如果唔系会俾佢俾架火车撞飞。卷咗个人咯，我哋开始卷到人，咁我哋开始袭击人类啦，我哋，哇！呢个大只佬未得，喂，嚟啲可恶人类，哇！养个头型。其实去到两米，我哋好快就三米啦，因为当你乜都可以卷嘅时候咧，哇！呢啲反而卷唔到啊！呢啲咁样小集已经三米了吓、啊，大王刚才话三米，系啊，冇咩印象啦。既然咁大，再大碌大啲啦，冇。我哋碌翻过嗰边先。系啦，我哋要袭击翻嗰边啲人。我哋而家咁样就翻唔到入屋嘅。我哋已经四米，呢啲车卷唔卷啊？而家仲未得啊！啲车，剩下一分钟，太好啦！仲有成分钟俾我哋玩，可以卷超多嘢，冲入学校。好走啊！走你哋呢度，
我想去不到五米啦，系嘛？争啲啦，争啲去到五米啦。今日滚起嚟感觉怎样？那就好，要回家了嘛。我都系中意可以卷到咁大先过瘾咯。我自己几满意，但系我觉得佢系会夹我。那家伙拳头真系好强。啊咩话？右手攞住嘅，系快运啊，好有趣啊！啊跌破眼镜啊，4米500cm，6mm， 好大啊！咦，佢今次赞我竟然，虽然仲可以更大，但系至少比孙子大，太好啦！我仲救到人同礼物啊，礼物系皇冠，好好啊！不过大王已经有啦，系更帅气嘅皇冠。俾王子你啦，要好好珍惜粉丝嘅心意。啊，系亲戚强心咧？地球做咩？同敲积木玩具聊天咩意思？呢、這个块球好似日常用品啊，有啲似植物，亦都好复杂嘅块球，还不错。块球有快云嘅，哦，快云有快云嘅好玩之处，怪形状嘅形嘅快云亦都好有趣，但我留住都冇用，就俾大王啦。又俾，然之后又掉上太空，系啦，我哋就要累积多啲呢啲星球。如果唔系，我哋搞唔掂，要碌太阳啊！最终常见冥王星，我哋呢个叫做耶。Yeah， 跟住呢度做个女人。受不了根本不上，我哋学校嘅学生好中意快云。自从快云大王嚟咗之后，根本无心读书。但系宇宙嘅大王，你可以同我嘅学生见面吗？Hi， my name is 大王。Katamari Damasi is a nice game， very very lovely game。Oh， 王子，地球嘅学校学生 ，no， 大王在念 English 哦，大王 very busy， 大王我大家最中意大王啦，最中意大王，啊今日读完啦，你几时找得真好？我、哦、你时机找得真好，嚟啦一齐去学校。哇，好多学生。啊！依度就系学校啦，睇起嚟热闹又有趣。咦？依度系学习嘅地方，要学习啲咩啊？滚动方法。忘记咗讲快球嘅事啦。五分钟1.5米。好。啲鞋碌到啊！依个反而唔得，我碌嗰只鞋，你同我讲本书唔得。咁奇怪嘅佢个，哇！啲书全部都唔得，搞错。喂，你乜都卷唔到嘅，原来难处喺依度。你鞋啊鞋得，好书开始得啦。诶，呢啲牛奶樽一定得啦。点未惊啊？点未惊未得？卷晒啲牛奶先。好，而家应该显微镜就得啦，都未。诶，得咯喎！好似可以去走廊啦，佢话兔仔得未啊？得。
但系其实我哋系慢咗咯，应该系嘛，算系可以要再快啲，我觉得。咁多足球嘅路，喂，是但啦，哇，俾人踢，我闹嘢。好，再大咗啦，我哋又。可恶啊！呢个咧，呢个系教原则，燃料都可以攞啊！喺度玩嘅啲老师唔系上堂。喂，棘住我，未死过。哎呀！哦，出去佢会自动传送我翻入嚟，有厕所，睇下厕所有咩卷先。哇，好多厕纸。有人去紧厕所，快啲啊！我哋太慢啦，我觉得唔够劲啊！我觉得我哋剩下一分钟啦，喂呀！入翻去，可唔可以卷啲小朋友？可以，小朋友将为我嘅助力，太好啦！已经够大啦，但系够大，我哋梗系要再卷大啲啦，嘅时候。哇！仲有个大块头喺度阻住晒，放学咯！可恶，比我想象中少。有狼想交朋友嘛？差唔多翻屋企，唔容易啊！呢只 game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, ten. Yes, 成功讲咗出嚟啦，系大王第一次成功讲出嚟。好，右手嘅快魂亦都 OK 啊，系快球咩时候？啊，再更大，更比现在更大，两米三十二 cm 太少，咁样都觉得唔好玩。只要变大，应该就好有趣。咁容易。哎呀，是亲戚米索来地球做乜嘢？我都唔觉我有卷咗个米索。喺学校晃嚟晃去，小心被吃掉。有啲似文具，或者应该话更像饮料。但我哋第一名，这个快球像学校。我记得是呢个将球滚大嘅游戏，冇错。这是什么感觉？我有一种被骗的感受。总之学生们都非常失望。睇嚟我哋唔需要咁少嘅快球。模糊。他有冇话有个挑战位话俾我知？我要整到咩大细佢先中意？换座位行星，好嘢！第四话，我的小猫咪，呢个系咩嘛？个皇后啊嘛？就是他見到大王細個遇上了他們。哦，冚親。
居然系咁。竟然是这样。学校真的好地方，同朋友一起玩，向中意的人告白。文化庆典、体育庆典、毕业典礼，充满青春气息。大王以前当然也都经历过。啊，记得是在晚上的学校，感觉也都有一段又酸又甜的青春。被竹刀麻了一下，或者就能够想起来，但是大王不回首过去。即是他现在又多了个回忆了，应该。但我们不玩回忆着。我好，你好，我想赢。我想讲我好，你想赢。大王你好，初次见面。不要见到这么少，但其实是双薄选手。但就因为体型太娇小了，很少拿到胜利。本以为快云玩了之后会变大，但不行。叫你整天别玩游戏，还是被老爹这样闹。所以我有个想法，请让我在你们底下学习。我想变强，拜托你。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东西，王子你觉得是什么？哦，大王？怎会啊，大王之教还不够。想变强？你变强是为了什么？变强这件事只有铜镜是不行的。我想变成大王一样的人。像大王一样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大王明了，你说服了大王了。好，你试着变强了。哦，大王现在觉得热血沸腾，战斗即将开始。我们今次是推过双薄手，今次的对战双手已经弹，我已经在预备位置，我们要够大黐住他。我明白了，是小杰力士，看起来很强。不理点啦，放手战斗，拿出你的全力同他硬碰，这个时间内分出胜负。王子努力滚动粉丝。粉丝就尽量吃，让自己变大。祝你取得胜利。哇！唔容易啊！佢讲咩？我祝五分钟之内啦。我都不知道要多少才够，是这样碌的。这我们几时才卷到这个人？这里很多东西可以卷。不容易噃，喂，依个都唔得，搞错。哇，好难好难好难，佢好失控啊，真系。可以吃啲鹿啦。呢啲人得喎，人都开始吃得啦。哇哇哇哇，唔好撞走我拉面车。嗰两个得唔得？得喎！哇哇哇！被电单车撞走。
但我哋都睇唔到自己而家系咩 size。哇！呢度嗰个双扑手黐喺架车度。仲未撼动到啲大人啊！暂时，我依家咁撞走我啦。呢几个应该得嘅，我做两分钟。点解两个婆婆可以跪喺地下都走到？哇！开我枪！喂，唔好棘住我，冇时间。Please。剩下一分钟啦。嗰啲太空人啊嘛，哎呀，唔好烦啦。好，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三十秒，我哋要快啲过去运动场。成功，太厉害了，你赢了，都是因为吃得好又碌得好才会变得强壮。好了，要回家聊嘛，耶、大王渐渐明白，世界上最强大的事物不是枪炮弹药，而是众人的心。当然双扑很重要，推开掌推击失手走光，太精彩了。哦，难道你赢了？迷你双扑力士终于赢了，而且还是靠卷起赢了，太强了，卷起一招好型。你都有乖乖大口吃饭，每日不停练习滚动吧，你真的很努力，恭喜你啊。哎呀，是亲戚尼克，你在地球做乜嘢？大胃王比赛还是老样子，一啲都冇变。多谢大王，我终于获胜啦！对手相当强悍，但总算卷起来获胜。我会加紧锻炼，变得更强，努力赢过大关力士。啊，差不多该去练习啦。小杰力士就托付俾大人王啦。啊，交给我都好困扰啊！呢个人长得好像块球，又圆又大，系啦，就俾佢喺宇宙漂浮啦。哇！咁呢个变咗双扑星啦，会唔会有啲咁嘅嘢？奖金金星行星喎，呢个好，跟住我哋睇唔睇回忆啊？定系唔睇住？我哋玩呢个先咯，红壳。你是不是叫赤吉？我不知道快云是什么啊！他现在生病没办法上学，我希望他能够快点恢复健康，和大家一起接哦千纸鹤接鹤仔。结果我们只有被吹到乱晒，超级乱啊！大王为了我们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收集纸鹤嘛？哦，这个是卷纸鹤呢一关。已经8月17号了，时间过得真的快。大王和快云都很担心会被时代抛下。啊，王子，有件事想问你，而家都在流行什么？啊，折纸、纸鹤、千只鹤，哼，你戏弄大王啊！大王好 sexy 啊，好 sexy。呢个时代唔该流行咩数位生物工程，还是该折纸鹤先至啱，而且同大家一起折千只鹤，折纸鹤真系非常之有型，咁就型型咁出发啦。
真系温馨啊！还说要去探朋友，讲起大王嘅朋友，大概就只有爱同埋和平。五分钟时间，尽量卷几多纸可得几多，目标系1000只啊！哇，王子一定得噶，拜托你。喂，唔好，算。麻雀得唔得？但我哋都要越卷越大，将自己。如果想更有效咁样卷纸壳，因为我哋而家先得20几只。纸飞机嘅人计，唔系就唔系啊！佢真系好现实。冇啦噃，大靓，呢啲系咪都要卷起佢先着数啲？中间都有啲纸壳。而家先70只咋，俾啲啦。我哋已经用咗1/4时间，我哋1000只个目标，好难。哇！黐线噶。唉，失控啦，嘥时间啦呢度。唔好。好难啊，大佬呢关，黐线。点搞？佢主要其实冇乜其他嘢俾我卷大啲咧。如果我大啲，容易啲攞到更多纸壳，或者去第二啲 area 咁样咯。而家先144咋，大佬，我连一个纸袋都卷唔起。不好了，一定唔得啦！1000只，我出都出唔到去，点1000只？开玩笑，佢又冇嘢俾我卷喎呢度，出唔出到去噶？开门俾我，得噶喎，定中伏。快啲快啲！上去啦！呢边呢？加油加油！你信心自己，你一定得嘅。500几啦，越大隻我哋越有机会攞到更多。呢度系出咗去喎。刚才那是大王的礼物，又有礼物。我喺度个包晒绷带嘅自己人，但我哋卷佢唔到啦，暂时。得翻40几秒咋，抵啦。貌似就唔得啦，而家先700几只，我哋1000只都有可能。
喂，至少俾我卷埋啊，靓卷唔到啦，睇个大细都觉得。哦，任务失败啊！翻咗去先啦。失败咗，大王都成日接啊！我非常会接纸壳，梦想真心微风时间，我咩都接过。用我嘅黄金右手啊！快球咩时候滚好咗？太奇怪啦，只系卷咗785只，应该要1000只先啱。咁样朋友会一路生病落去。心意好重要，快啲去卷多啲壳。哦，有礼物，随身包包。虽然最近好想要，但对大王嚟讲太少啦。俾王子啦，好珍惜粉丝心意。佢朋友喺北极，要怎样将千字壳送俾佢？即系呢个浮喺宇宙啦，咁佢就见到啦。哦，原来系咁，好主意。咁啊，浮咗喺宇宙啦。目标系1000啊，但我哋做唔到1000。我有啲怀疑佢现场有冇1000只，或者佢可能啱啱好1000只。你要揾，你仲要够大先攞到，唔容易。佢成间学校卷晒先得，时间太少咯，我觉得。云雀季节。我就是他们拍拖了，歌手是木村光光。原来是飞的。咁又好幸福啦，佢两个。纸壳失败咗，唔紧要。呢个咧，我要吃甜滋滋点心。系大王啊，好厉害啊，太惊人啦！我叫做韩塞尔，我系葛丽特，我哋两个人合起嚟就系韩塞尔 and 葛丽特。我哋中意快运，亦都好爱甜食。听讲大王能够帮忙实现愿望，先至会嚟呢度见大王。我哋愿望系想尽情吃点心，可以吗？孖人过一己字，你有指天金。啊呀，鸟虎身求快滚，轻松不也王大过不。泪常飞也，看着左边旁在。诶，甜点啊，点甜魔神甜点，你想食甜点啊？哇，大王都想食，呢个点子太棒啦！出发吃甜点啦，太棒了！点解佢要调转讲嘢咧？啱啱，大王好不容易先揾到一间好厉害嘅糖果屋。看起嚟好美味，散发出甜美嘅味道。忍耐忍耐，大王要忍耐。3分钟时间卷起糖果屋，然后用变大嘅甜嘅点心块将呢两个人卷入去。3分钟之内要大到卷到佢两个。好啦，一定办得到。哇哇哇哇哇！喂，原来穿。啊，难得了，咁应该冇问题。如果佢咁样卷发可以，系咪？
哎，攞咗个礼物，我想卷埋个毛巾，睇你唔系咁容易。别忘了将粉丝卷入嚟。真的没办法卷到个毛盘。好像卷到什么粉红色东西。是哈利。差不多了。耶、yeah.呢、這個其實有機會可以成個版圖啲嘢卷曬，因為佢個糖果屋幾好卷嘅，佢係一塊塊細粒咧，咁你其實等於成間屋食咗啦嘛。呢、這個易玩啲咯，我覺得。重點係救到人攞到禮物。好啦，我哋玩多關啦，跟住，哎呀，太厲害啦，終於揾到糖果屋。冇想到居然会在这种地方，大王太有点感动。89% 我冇卷晒成个所有嘢食。如果是平常，大王一定会话你唔上唔落嘅。但系呢种事情已经完全冇所谓。点心万岁，大王已经等唔切。啊，系礼物长鼻子，好棒。虽然非常有魄力，但系对大王嚟讲太细啦。俾王子啦，好好珍惜粉丝嘅心意。系亲戚哈利嘅，你喺地球做乜嘢？想食饼干咩意思啊？呢个块球好似点心，因为上面都系点心啊。冇错，完全冇关系，只要有点心就非常棒啦。虽然对魔女嚟讲系坏事啊，这个头吃太棒了，嚼嚼。肚子已经撑不下啦，块球就俾大云啦，大云大王，好啦，变成点心星啦。闪电泡芙行星啊！变成星鸟看来好美味。我哋玩多关呢个赛车手啦。我想把车卷进来，想卷进来的车。我系 F1 赛车手，前阵子玩咗阵快运，嗰个游戏太有趣啦，连车子都可以卷入去。我赛车嘅时候都有尝试一下，根本冇办法卷起其他车。我而家嘅梦想就系卷起车子啊！请务必让我卷起车子。大王以前会坐车，不过而家已经完全唔坐啦，因为大王会飞嘛。啊，王子，啊，想将车子卷起来，大王对车子冇兴趣。将车子卷起来到底边度有趣啊？大王唔明，快运太有趣啦，太有趣啦。咁就卷车子啦，大王想卷车子啦。好，我哋出发。哇！快运已经到咗预备位置，待会所有人会一齐开滚。冇错，呢度就系赛车场，尽可能卷起车子啦。时间大概有咁多，你喺呢段时间内卷到五米啊，得唔得？六分钟五米，二一。Go， 佢好似好快喎！哇，哇，飘移，哇撞，哇，唔容易喎、啊，大佬喂！我要系咁样兜，直到我哋可以卷到，开始卷到车，你先至有看头。而家几多啊？原来我哋右下角睇到我哋坐架车，好搞笑。开始卷到人啦，应该好啲啦，而家。哦。大家一齊漂移，
快球已经自己卷起来了，但不容易，因为它很快，我没得回头校角度咁样咧，我回，我哋乜都卷唔到，哦，成个看台争啲，肉追车，哇，到我卷到嚟啲车嘅时候就系你哋没入。哇！唔好飞我出街嚟咯！呢啲都未得喎！我而家系几多米嘅？就两米七八。我哋要卷多啲场外嘅嘢咯，如果唔系净系卷赛车有排都未得。应该开始卷到啲大跑车啦，有冇有马？哇哇哇哇！撞我出去，可恶！哇！警车仲未得，哦，吸方程式赛车都得啦，唔走啊！都有个王子，白马王子，我卷走咗。条路冇乜嘢噶咯。哇哇哇哇哇！去咗边？我哋可以卷到落咗海，系我冇谂过逆行喎，系逆行咪仲好？五米啦，好嘢！做两分钟，我哋慢慢玩啦。呢只咩嚟嘅？有咁多呢啲古灵精怪嘢喺出面。喂！第一會有啲人啲鋪頭開喺呢邊嘅，不過好難啊，要卷到佢哋。唉，嚟到依度嘥咗時間。一分鐘。依度幾架車都要卷曬。呢几只大车仲要得，未够啊！唔好咁快够钟啊，仲想卷啊！都卷唔到呢个四驱车咗，结束比赛结束啦。七米算唔算高分？我哋
车子的速度好快，不过还是大王比较快。大王要飙起车子来算什么？啊，快云居然在这里。7米 700cm 啊，点解会有咁快的快球？3cc 引擎、7cc 引擎，再碌大一点嘛，至少要有几多啊？过10万、10万、8万、6000万cc， 有咁大的快球就比较好。诶，好奇怪哦，咁个 F1 赛车比较有趣，都是 F1 赛车刺激。以前快云好玩，我好失望啊！呢个俾大王你啦，可恶啊！咁样都失望，要几多你先满意啊？系咪要比目标多一倍咧？呼啸而过行星。第六话缠绕的毒蛇，他是成日谂住个皇后啦，开始哦，俾人闹，哇，他手咁长，哦，他居然打翻国王。哦，嬲啊，后悔啦，佢做过啲乜嘢？赛车好好，好难得嚟到海边，应该玩下水。冇错，大王以前都成日去海边，蓝色嘅海，白色嘅沙滩，海鸥、沙滩阳、沙滩阳伞、太阳伞啦，即系海星、螃蟹、贝壳、轮胎，轮胎。被捉都埋一下，或者就能够谂起。大王对轮胎冇兴趣。但系就系咁啦，我哋今集玩到呢度先啦，玩咗好多关，我哋都下集我哋再继续。下集我哋不如我哋又每集一开始就玩下回忆先啦，又系咁，就系咁啦。中意条片 comment share like 同 subscribe， 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